赵瑶，我在。女魔头，你再休息一会儿。 回来了，嗯。厉晨岚他现在怎么样了？一醒来便问万钧剑：“难道这万钧剑就真的没有封印之法了吗？”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我就不信有什么是无克制之法的。一会儿我再去藏书阁看看，或许可以找到破解之法。嗯。哦，对了，这个我想交给你。 这个你从何处得来？战场上得来的。这个东西是在太危险了，我不知把它安放在何处，所以我带回了万路门。云魔头，你打算怎么安置它？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处理这本秘籍。莫青，你们聊什么呢？这么久，明日我们去看看沈千锦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来的也巧，留下来喝杯喜酒。 一杯酒，敬天，你我相遇，两情相悦，得你垂泣，乃是上天恩赐，此生无悔。 第二杯酒，敬地。你我历经风雨，却从未动摇，生死相许，此生无憾。
愿世间所有有情人都不再有遗憾。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不要放弃努力。十七，我们回去吧。我问了好多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做花渡人。当时我躺在地上，看着那些光点倒着下到天上，就没有看见他。那些光很美。他走的时候还是那么美吗？嗯，很美，就像他的一生。大伯父，他做了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舍生取义，普度众生，这也是他的一生所向。我们做不到为他开心，但起码也不要为他难过，给他增添人世间的烦恼。我不难过，我只是有点想他。那你说，我想见他，想找他说话的时候，该去哪里寻他？他在这儿普渡的众人，那从此以后，世人该都是他吧。你如果以后想他了，就去街上走走，去看看这大千世界，应该也算是看到了他的一部分。嗯，那我们走吧。
哎，这你要是烦躁，就出去跑跑。哎呀，不行啊！门主让我保护你嘛，我就得保护你，哪儿也不能去。你这东山主挂着名头，可有实事干？喝酒啊，巡山啊，逗逗玩，我可忙了。他呀，就是闲的，闲的没事儿做，就你话多。哎，对了，厉门主，十七精神好，不如咱们让他去教一些新门徒功夫吧。咱们阿罗卫之前不是折损了一些人吗？正好旭月峰上那些魔修们整日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做，他们其实很想要晋升，但是之前因为人手不够用，用不着他们。现在可以让东山主去教他们功夫，正好啊，补上缺失的人手，怎么样？沈岩姑娘说的有道理。我不去，教人多麻烦，我喜欢玩。教人怎么了？他们可以陪你练练手啊，还可以给你出气，多好啊。嗯。那这样吧，凡教会一人，我记你十根鸡腿。十根？真的吗？我走走走，一二三。好，我教。明日就给你安排人手，这事就由你办吧。嗯。咦，这个事情不是处理过吗？难道批示的文书落在卓辰殿了？我去看看。啊，赵瑶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嗯，怎么突然说门主运气好？得人。得啥？得能收拾你的人。哼。啊，陈兰，你此时魔气尚存，用这阵法未必能完全封印万钧剑，倘若魔气再次失控，必会被其反噬，到了那时便再无封印可能。陈兰，你必须要小心，切莫在阵内迷失本心。我知道，我想先带着六合剑在剑冢内闭关，以消散魔气。自立门主去剑冢闭关后，每年都有人在剑冢碰见陆昭瑶，他一直在等厉晨岚出关，一年又一年，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能相见，什么时候能回来。从今往后，你就是万路门的北山主，坐这个位置，功法和修为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忠诚。你的职责不仅是保护门主，还要保护陈继山的每一寸土地。
看来这丫头以后有好帮手了。芷烟，来的正好，刚出炉的，快过来尝尝。沈姐姐，是他们回来了吗？我也一直在等他们。那倒巧了，昨夜寒光坟前倒是多了一杯酒。过了这么多年，沈姐姐对南山主的感情有增无减。那女魔头也是，都过这么多年了，还是等得那么耐心。赵瑶性子闲散，立门主宠她，可不是随她游历去了。芷烟，你有收到邀请帖吗？近来见西门声望渐浓，柳门主又喜得贵子。啊，对，都差点给忙忘了。幸好沈姐姐提醒，我这就准备回去给柳门主备礼去。哦，还没尝尝你的糕点呢。好吃啊。哦，对了，我还得回去备礼去呢，先走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有些事放下了才好，可是于我，放不下反而是余生的幸福所在。你不要摸了，忘忧他刚刚睡着了。这江湖盛传的南流北秦，如今也算是各自有了归宿。逍遥客与宗门，如同源之水，奔流千里，到底是同归沧海。这一程山长水远的路可算是圆满了。谁给你的呀？那位姐姐。怎么，你敢不服啊？没听过我名号？有钱没？给钱我们就放你过去。不要着急，戒骄戒躁。哎你，你哎呀！啊，脚疼疼疼疼！以后谁再欺负你，就来找我陆十七，我是万路门东山主。谁敢为非作歹，我就卸了他的头。谢谢你。多谢姑娘侠义相救。
你也是千城阁的？正是。同是千城阁的，你怎么一点也不厉害？姑娘也是同道中人？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呀，不仅比你厉害，还比你好看。姑娘如此说来，在下倒想结识一番，不知姑娘这位朋友现在何处？他们说他慰藉了众生，众生可能结识他，可是众生太多了，所以我还在找他。老门主，太会无额殿。是。你终于把机关术用在了自己身上。你终于肯回来看看了。路过，顺道来看看你们。今日见过，便也放心了。那，陈兰还是没有出关呢。不着急，留着你的好茶，等我们。哎，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所谓痴情女子薄情郎，那陆昭瑶虽说是名噪一时的大魔头，可面对厉陈兰也是温柔似水。他对厉陈兰从始至终是痴情痴心呐，而厉陈兰一开始是冷酷无情，但在陆昭瑶的一片深情之下，再多的权谋算计也就变成了指尖温柔。人世间的感情只要真诚必然得到回报，可苍天不仁，偏要对两个痴情之人天涯永隔，生死永离呀。你笑什么？我笑着说书人添油加醋，颠倒黑白。这并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而且男女角色应该调换过来。你胡说。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了，我每次听都会哭。你懂什么？你有像他们一样爱过吗？我爱一个人，
他曾经厌恶整个人世，他对人情世故感到疲惫且厌倦，他似乎有过要毁了这天下的想法，或许也曾认为苍生与他无关，但他终究没有变成那样的人。他强大且温柔，我爱他，不悔过。谈得如此难听，还不快抱着你的琴离开。瞧他那副丑样子，跟没听过仙曲似的。就是。没错，我有张最丑的脸，但我听过最美的琴音。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头，我因一个人而改变了许多。我不再抢小孩的糖葫芦，大家也不再怕我。长点出息，别哭了。我曾在一个人的眼中看到过一片星海，我为之沉迷。在他离开后，我为了寻找他的影子，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夜里的星空，可却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璀璨。当年我也是在此处想方设法要得到婉君剑，而如今却要亲手把它放回去，真是造化弄人啊。这些年我却一直在悔恨那一日。悔恨什么？没有那一日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当年那个看守山门的小丑八怪心里啊竟然藏了那么多事。
莫青，莫青。小手八卦，我发现什么？封印万钧剑之后，你好像变温柔了，变回你自己了。赵瑶，记得我们初见时你说的话吗？我说我带你走啊。好，天涯海角我都随你。李明哥，好了没啊？你换个衣服怎么这么慢啊？来了，催什么催？哎，这次咱们既然出来，就是要像当年爹娘一样，在江湖上搞一番大事情。姐能带你跑出来，一切就包在姐身上。你看我像不像？到底像不像？像，我非得贴这个疤吗？当然要贴了呀。爹当年就这样，挺好看的。娘喜欢爹啊，就是因为这疤好看。所以啊，咱们这次出山，不说重现爹娘当年风光，起码不能辱没家门。嗯，不然我们这样，先练一下保命绝学。那你开始吧。看着。少侠在上，小女子甘拜下风。像不像少侠？我像不像少侠？少侠不像。怎么不像？我见过娘这么跟爹撒娇。姐，要不咱们回去吧。你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去求爹，爹最宠我了。少臭美了，爹最宠的明明是娘。哦，李明叔，你就是嫉妒我。嫉妒你怎么样？你要我啊？